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出来玩，行李箱都会越变越满。虽然说我买了件衣服，但是那个衣服并没有在这个箱子里面呢。啊，又要快要爆掉了。在这里要赞一下这个 Ted Baker 的行李箱，他们的行李箱真的做的挺好的。就一般大家想到他只会买他衣服嘛，但是我感觉他们箱包这一块还是做的挺不错。这个箱子我已经用了好多年。哇哦，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虽然说太阳很大，但是其实还是蛮冷的。我误判了这里的天气，现在大概有十几度左右，但是可能因为比较潮湿吧，所以就不感觉很暖，还是要穿外套。OK， 已经检查好了，没有落东西，希望没有落东西吧。车就停在门口，很方便。我租这个地方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可以免费停车，但后来发现也没什么必要了，因为在市中心停车就2欧一个小时嘛，然后有些地方晚上是不用收费的，所以也不用太纠结免不免费停车这个问题。准备出发啦，下一站要前往据历史记载最古早有人类居住的一个城市之一马泰拉。说实话这台车还蛮好开的耶，就是可能因为它比较新吧，特别省油。骑单车的队伍，因为路都很窄，而且都是有坡度，看不到前面，就不能超车，只能跟着他们，只能跟在他们后面，一直慢慢的开。哇，要加油了！它这个油箱还是要用钥匙去开的耶。哦，这样开了。这次租的是一个汽油车，得加汽油了。嗯哼。搞清楚啊，如果加了柴油就惨了。Baker， 就在中国它是95和98是汽油嘛，然后在这里它还有分15或者110，然后这里有写15或110都行。OK。刚才加了半天根本就没反应，发现原来这个是自助服务，要先在机器上操作才能加。要研究一下，这个加油站一个人也没有，没人加油也没有服务人员。 OK， 应该是要先付款才能加的，塞了20欧元进去。还是没反应。So, I've inserted 20 euro into the machine, but nothing happens. 第一次在意大利使用这种自助付款的加油站，实在是没整明白。把一张纸币塞到付款机以后，完全没有反应。还好这时刚好有一位本地人来加油，在他的帮助下，还是没有整明白。我们俩在机器前研究了好一会儿。得出的结论就是好像不能用现金付款，只能用卡。The 20 euro is already in it. are you in Matera tomorrow? Yes. Okay. Because you can go in here and say that it's approximately the time to where they have way they should have a log with the money that you have. Okay. What's the problem? It's not working today, so that's why. No, I think it should work. 然后这位小哥就说先用他的卡帮我付，
正当他准备帮我付款的时候，这个加油枪忽然啪的一声开始工作了。 OK, thank you。特地订了一个可以免费停车而且离主城不远的酒店，其实从酒店就能看见马泰拉古城，但是我的房间是背对着的，所以只能看到一片树林。这房间还蛮搞笑的，一进门就是一个这么空旷的地方，套房吗？然后这里是洗手间，然后里面是非常简陋的，就一张床、衣柜，很简陋，但是离主城比较近。马泰拉位于意大利南部巴西利卡地区，这里由于山高水险、交通不便，一度是意大利最为贫穷的地区。从在这里发现的人类居穴遗址可以肯定，这个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居住，被认为是全意大利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从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十字军东征时代直到今天，人类在这里的活动从来不曾终止。一直以来，马泰拉都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旅游目的地，由于经济发展缓慢、交通不便，这里至今都没有通火车铁路。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座城市才有这种饱经沧桑、与世隔绝的独特魅力。公元前三世纪，希腊人在此建成，后来马泰拉经历了罗马人的征服、拜占庭人的征服，此后伦巴第人、诺曼底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和阿拉贡人都曾统治此地。来马泰拉基本上就是一直爬楼梯，一直爬楼梯，所以一定要穿上特别舒服的鞋过来。今天走了可能有两万多步了。本来想用无人机拍一拍古城的，结果发现飞机的遥控器居然不见了。联系了民宿的老板，问他我有没有东西落在那儿，他还没回呢。如果真落在那儿，就得明天开回去取回来。如果不行，实在就买个新的吧。对啊，太有缘分了，又碰到这两只可爱的小狗狗，还有他们的主人。好，拜拜，祝你们旅途愉快。在路边随便找了一个餐厅坐下吃点东西，就是那个 Airbnb 的房东还没有回复我呢，因为他还没有到房间去检查到底我的遥控器在不在，有没有落在房间里，先等等看他回复吧。但是不能用无人机来拍马泰拉还是挺遗憾的，因为从高空看的话视觉效果一定是超棒的。一个鱿鱼，两个虾，两个大墨鱼，这墨鱼还挺大的。吃完那个午餐以后，收到了房东的回复，在房间里并没有我的遥控器，那不知道到底是在哪儿丢的呢？真是想不出来，那只有重新买一个了。现在来这个本地很著名的雪糕店，吃个甜的东西，让心情变得更好起来。大家看，这大冬天的还要排队买雪糕，我已经排在这里差不多十分钟了。这一家甜点店是本地非常受欢迎的，除了雪糕之外还有很多小点心，你看一直都有人在排队。我看大多数人都是买雪糕的，刚才问了一下他们说这一家的雪糕是整个马泰拉最好的。大家认一下这个店，当然人多排队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动作实在太慢了，买一个雪糕要聊五六分钟。欧洲人的速度，意大利人的速度。超级香的耶，牛奶味还有榛子味的。但冬天吃雪糕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容易化。我巨好吃，大家来买它来一定要去那家店尝一尝。不能用无人机就只能用 Insta360 了，这次真是出来
两个设备都有问题。好美哦。The next day， 早上好。昨天因为没有无人机，所以很早就回来，然后很早就休息，睡得挺好的。今天是旅程的最后一天，晚上就坐飞机回去啦。嗯，先收拾一下。其实昨天发生了两个无语事件，就是我拍视频的时候还说啊，有没有落东西呢？不要落下东西，结果就落下了东西，但是也不知道是落下了还是我在什么地方弄丢了那个无人机的遥控器。然后第二个无语事件就是，我说这个行李箱很好用，用了这么多年一直都很好，结果昨天到了以后就发现那个拉链被我撞坏了，然后就有一边是拉不开。嗯，真是做人还是要低调，不能太嘚瑟。反正这次出来三个设备之中的两个都出了问题。反正单反的话已经咨询过朋友，只要重新配一个镜头就可以了。然后无人机的话就需要重新买一个遥控器。我刚才已经在网上下单买了一个新的遥控器了，反正就算是解决了吧，只需要等他们到货就行了。然后行李箱这个问题呢，就是只要不要把它全部拉开就行了，不然我怕用蛮力把它拉开就再也关不回去了。嗯 ，OK， 打算在走之前再到主城去吃个午餐。到了马泰拉古镇里面，就是你可以随便走，几乎每走几步就能与美丽的风景不期而遇。哇，选了一个景观非常好的餐厅，一边吃可以欣赏美景。就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餐厅一般都需要提前预订，没有提前预订的话，好的餐厅一定不会有位置。这个是我提前三四天就已经预订好，出发前就已经决定要来的。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条道很熟悉？最新一版的007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在电影中007就是在这条道上风驰电掣，现实中不太可能啊，因为古镇里面的大多数路段都是禁行的，只有持有特殊的许可或者是本地的居民才能开上来，所以基本上都很少看到有车经过。嗯，点了一个龙虾面，看着好像还挺不错的。这个餐厅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店名就在这里啦，大家可以上网找，但是记得一定要提前预订哦。现在是1月份，算是旅游淡季吧，但是如果我没有提前预订的话都不会有位置。我可以想象每年6月到10月旅游旺季的时候，这里一定是人满为患的，因为一路上都举着自拍杆在自拍嘛。有路过的人就问我是不是 influencer， 要关注我的账号，我说我不算是不算是了，就真的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粉丝25，尤其是刚才吃饭的时候就几乎每一个菜都好好的拍了一顿。又到那个雪糕店买了一个雪糕来吃，我看有很多本地人都是带着盒子去打包的。嗯，如果大家来这的话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雪糕，嗯，真的特别的好吃。
吃完以后就开车到机场结束这次的行程啦。